大家好，我们要带来的是那个韩文改编那个邓紫棋唱的《红蔷薇白玫瑰》，然后这是我们鼓手银鹏，我们的第一把鱼鳞，还有我们的第二把卡比兽，不是郑凯，还有我们的贝斯有为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哦，我叫诗雅，哇，诗雅女神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回忆只带你梦，幸福的路径。